朋友们好，我是小荣。进入到十一月以后呢，多伦多就已经是深秋了，很难得呢，今年的深秋还有几天温暖的日子。这几天呢，气温都挺不错的，虽然户外的花草基本上都凋谢了，但是有一些耐寒的多肉呢，还都长得挺蓬勃的。我呢，就想给它们留一些火种。这些多肉呢，在户外应该可以过冬，但是假如冬天的雪太多，一直到春天呢才大量的融化，有的时候多肉的根呢会被这些雪太多的雪呢烂掉，所以呢我就留一些放到室内。那万一呢明年这些多肉不能够再重新发芽，我呢就可以把这些种出去，而且呢这些把它放在家里呢也可以欣赏，挺可爱的，很小巧，非常适合放在一个小盆里，也非常适合呢放在这个是瓷器一样的小篮子里面。感觉呢我今天收获了一束又一束的阳光，很好，秋阳很美。谢谢大家的欣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欢迎订阅、分享与点赞。